门声再试一下。好，我先测试一下，看看声音 O 不 OK 哦。确定一下。好，那我先问问看大家的声音听得到吗？现在理事会进来哈，理事会有听到声音吗？有嘿 ，OK， 好，声音清楚吗？会不会太小声？清楚哈，好 ，OK， 好，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上课了哈。好，那今天我们就打算用这个 Google Meet 来上课。那我会试着录录看哦，不过这个录起来会很大，那很大的话可能之后不见得有办法完全保留起来。好，那这个试试看。那另外我会在自己的电脑录制一份，可是它很大会很难上传。好 ，OK， 那如果待会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直接立即发问。那如果声音啊或影像啊有任何的问题那就请马上直接告诉我。OK， 好，那我们就开始上课。那今天我们要进到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主题。那请各位一样去重新的去。铺我一下你的专案，因为有不少的更动，所以请你把你的专案铺我下来之后呢，还没有，我的还没完全上传，所以你等一下再铺我，等我这边上传好你再铺我，那我就直接示范一下这些程式码，该怎么样执行。原则上我的电脑应该是灌好了，我今天还没有执行，我测试一下。好，我先在我这边先 make clean 一下make 这代表我的电脑里面应该有灌这个 RISC-V64 unknown yellow FGCC 这个东西那有这个东西我们编译才会过否则的话这些专案的编译就会失败。那这个东西需要下载去那个 Sci-Fi 的网站上面下载就 RISC-V 的网站上面下载，那我们等一下会教各位怎么下载。那我现在编译应该过了所以它产生了一个 os.elf， 我再打 make qemu， 那它就会开始跑。好，那你看到这里跑出来的结果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它会印出一个 Hello OS， 而其他的是 Makefile 自己印的那就这样子，就是第一个程式码。那我们先确定一下大家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编译起来首先我先看我的是不是上传完毕了，还没，我的还在上传那我就先让它上传一阵子。那请各位先去试着下载一个东西可能之前我们有让各位同学有去安装过那可是或许已经忘记了。好，那我们请各位去下载一个东西来。哦，他的网站挂了，不会吧？还是我这边进去有问题哦？没挂。好 ，Sci-Fi 这家公司 Software 这边 OK。那到这边去下载这边相对应的软体那我把网址贴上来好了，我贴在我们的签到区我把上课的资源通通都贴在这个
先到的地方。好，到这边去下载呢，原则上你可以下载分开下载或合并下载。好，那合并下载的话会比较大，因为它什么东西都下载了。那分开下载的话会小一点点。所以要怎么下载呢？我们看一下，它常常有改版。第一个 是你可以下载这个 Freedom Studio， 但是你要去注册它，要填入你的基本资料。好，那你是哪一个平台，你就下载哪一个版本就可以了。好，那这是使用 Freedom Studio 的。但你如果使用这个，你必须要搭配你原本里面已经有 CodeBlocks 的 GCC， 里面会有 Makefile 这些东西。OK， 所以下载这边的 Freedom Studio， 这个是一个办法。所以你可以试着做这样的事情。第一个 download 这个，这是方法一啊，但是这个有点大。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分别开下载 embedded toolchain 跟 QEMU 啊，但是其实它也不小了哦，所以如果你可以直接下载 Freedom Studio 的话，就直接用 Freedom Studio 就可以了。那不过下载之后你要把系统路径设到那边哦，否则你的编译器还是找不到的。好，那第二种方法是下载，这是方法一哈。然后方法二，这些都要填你的基本资料才能下载。第二个是下载 GNU Embedded Toolchain， 再加上这个 QEMU。那这个可能会比较小一点，可是它其实也小不了太多，它整个工具链就是很大。那建议使用方法一啊，如果除非你的下载太慢才用方法二，如果你已经下载过了就不用再下载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想下载啊，如果你不想下载 ，OK， 我刚刚已经推上去了啊，所以你现在可以做 git pull 的动作啊，把它重新 pull 下来一次。那我的已经最新了，所以它不会再更新。好，那另外如果你觉得那个太大，你下载之后你可能没办法上课了，那就请你今天下课之后再去下载。那上课的时候呢，你可以先使用我在Linode 上面的环境。那如果你使用我在 Linode 上面的环境怎么做呢？我们来试一下。 OK， 这个我们试一下 Linode 的上环境啊。好，好，这是我们登录的状况啊，那稍微给各位一下。好，我登录了之后呢，方法三，好，那直接使用这个环境，那它的账号密码直接给各位啊。你首先 SSH 到这边，然后密码
密码就是这个，我打上去的这个。那你登录啊，直接上去用也行啊。所以你如果觉得你的硬碟太小，不想下载，或网速太慢，不想下载，没有关系啊，直接用就好了啊。那我们就也示范一下这个。好，那我们现在登录进来了哈。所以我进来，我到这个 SP 底下，我 Git pull 一下，那各位待会就不用再 pull 了。好，那我 Git pull 下来了哈。在这里我先切到EE的 risk file。啊，然后切到这个 mini risk VOS。 好，那一样我进01的 hello OS 看看啊，我 make 先 clean 一下好了， make。 好，那这时候你会看到它 make 应该有成功，我们看一下啊，对，它出现了一个 OS.ELF， 这代表它是成功的啊。那我再打 make run 啊，好 ，make qemu 不是 make run qemu 啊，那它就会出现 hello os 啊。那所以整个过程呢，基本上从刚刚一登录进来，啊、我把主要的过程啊贴在这里好了啊，就从这边开始啊。那各位试一下，你能不能做？好，这是我刚刚啊做的一些动作，先切到这个 SP 的11啊，那账号密码上面有啊，登录进去，好，然后切到这边看看你能不能用啊。那各位其实应该不用再重新编了哈，因为各位。你重新编的话会一直覆盖掉别人的、啊、那你要离开这一个你就按 Ctrl-AS、啊、才有办法离开 Ctrl-AS、啊、那按 Ctrl-AS 它就出现像这样的画面 OK， 那就会离开这一个程式。那这样的程式其实是嵌入式的程式，所以它跟我们过去写的程式完全不一样，等于是一个完全没有作业系统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开始写一个 Hello World 之类的东西。好，那这我们待会会来解说这个该怎么写，可是希望各位先试试看这个环境。好，那我们看看大家可以使用这样的环境吗？哦、那我们稍微问一下好了哈、哦，怕大家可能会有使用障碍。好，那就从头开始啊。李思慧，你现在有成功的执行刚刚的动作吗？还是说还在做动作当中？哦，还在载。还在载。你是自己重新下载吗？对。所以你。对，目前是它很大，对不对？软体是不是很大？有一点。那你让它载，然后你试着先用 SSH 连到我刚刚连的那个timon6.com 网站，否则我怕你载到下课，可能搞不好都还没载完。好，那如果你网速觉得不太够的话，你可以先停止下载、等今天晚了再下载也可以、好，那你先用 SSH 连过去看看，其他同学好、你们先用 SSH 连过去会比较快、否则的话你们下载这可能要上完课你再去载、否则的话现场下载你的网速会有问题。
好，那其他同学也试试看。徐博言在线上吗？徐博言有在线上吗？还是没有？没有声音用打字的吗？好，有。OK， 徐博言看来不在。有 ，OK。所以你没有麦克风，嘿。好，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先跟我讲，再跟我讲。好，那其他同学你们就连上去啊，照着我的动作执行啊，像这样的动作执行，然后有任何问题啊，就立即反应给我。好，那我看到目前应该有十几位同学进来哦。那，其他同学不知道状况如何。刘立行应该没有问题了哦。那其他的同学是，问问看哈。从后面开始好了。黄少安同学，黄少安同学在吧？有在线上吗？有麦克风吗？好，看来没反应。那魏仲彦同学在吗？哦，黄少安有，哎 ，OK， 好，在。在 okay, 所以黄少安可能没麦克风。Hello， 有听到吗？有，我有听到，哎。有有有，在，我在，我在。你可以连上那个。连上那个金门六点看吗？或者是你的电脑里面有安装好了吗？小黄沙没麦克风。然后这声音是不是有点延迟？你的声音有点延迟，嘿。我刚刚好像延迟蛮严重的。延迟蛮严重的 ，OK， 好。那哇，我觉得应该是这边网络的关系。OK， 好。OK， 所以画面可能会延迟个几秒钟啊。好，没关系。那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预设可以打字给我，可能会速度比较快。那声音的话，就是我们会等。等一下，好，所以我是稍在那个 guest 那边创造一个新的资料夹，然后 clone， 不要再 SP 的东西吗？里面的就好，直接用里面的 SP 就好了。来，给你看一下哈。哦，所以是全部人都用同一个东西，都用同一个就好了。我现在 LS 对不对？底下是不是已经有？因为你每一个都 clone 的话，那个很大哈，所以我怕它会把我整个硬碟塞爆。所以不要再 clone 啊，就是直接用 SP 里面的就好了啊，其他人都不要再 clone 啊。目前我看到541有 clone 哈，对，那个就不用 clone， 直接删掉好了。你的541这位同学先删掉，那只要用我 SP 底下的就好，否则我的 Linux 的硬碟很小啊，你直接。切到 SP 底下的11RISC-V 的 MiniRISC-V OS 01 Hello OS， 然后进来就一样做我刚刚传给大家的贴上去的这个动作，照着做，然后你看一下是不是成功的，应该是成功的啦，毕竟我都做过一遍了嘛，只要你连得进来应该就会成功，环境跟我一模一样。好，那你可以 成功的操作看到 Hello OS 之后，我们再继续来看，哎，这样一个程式是有什么不同点。好，蔡一杰觉得很卡，很延迟，哎，所以是我的直播速度很慢是吗？声音呢？
声音会不清楚吗？还是声音只是延迟，但是不会不清楚？这次的录影我有用 Google Meet 录了，那如果它有成功的话，我就会分享给大家。那如果没有成功的话，也就没办法。不过我其实同时有用这个 OBS 录，可是我录了在我硬碟里面，大概各位也看不到。所以好卡好延迟的话，是指声音和影像都是吗？还是只有影像延迟，然后声音是听得清楚的呢？断断续续哦。会不见一段呢？OK，会不见一段，会一节一节的，好，那这样的话，有，我已经荧幕录影了，可是荧幕录影的一个问题是，它要上传会很大，怕传不上去，而且我已经用 Google Meet 录了。这边已经在录了，所以预期如果今天上完，应该是会有录影在 Google Meet 上，那个倒是可以直接分享给大家。那如果真的太卡的话，同学你可以先不要看，那等完了再看录影好了，或者是反正我今天的东西我也会。都在网络上了嘛？那你执行看看，那有问题直接用讯息问你如果你那个不过其实我觉得，即使这样也没有关系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重点是程式码重点不是我的直播所以我想请各位去看这个程式码那我就用贴的。那你就一路看，那首先我们就先上这个 GitLab 好了，我们到 CCC0 上面去，我们把刚刚的程式码给抓下来看一下。GitLab 上不去吗？有点怪怪的，上不去是网路真的挂了吗？没有，可以的，但是真的很慢的感觉。真的很慢，所以这个直播恐怕会有问题。非常慢，1分钟只有10秒的说话声音。好吧，完全听不到了那这就是问题了。这样的话，我想想好，所以网速太有问题了。有听见，重点是程式码，不是直播。但是，那我想想有几种解决的方法。一种是，我们就放弃 Google Meet 但是即使放弃了，我想网速一样是慢。所以声音没办法持续。好，那就是网络的问题了。
非常有问题啊。好，那网络这么有问题的话，或许我得改成文字模式了。文字模式的教学方式不知道行不行得通，试试看。好，那各位就不要以这个荧幕为主哈，那也不要以声音了，来，我们改用文字模式的方式来上课。那文字模式的方式上课的话，我想想哈。我们用哪边来上文字模式的方式会比较好呢？就用这个 issue 吧，是一个办法。好，那我们就用 GitHub issue 来上课。好，那我直接用这里。似乎是那个影音已经占用太多频宽了，所以我现在的文字也变得卡卡的。荧幕录影教学环，对，可是。它很大，我怕传不上去。那好，这样吧，既然都很卡的话，我把这一个 Google Meet 停掉。我们改用文字模式上，那文字模式上，也就是说，我们就靠着这个 issue，我们就用这样来上课试试看，所以改用文字模式上。那重点是程式码，重点不是影音，所以我们直接用文字模式来上，好，我们改用文字模式上，所以待会可能这个 Google Meet 我会直接把它关掉，OK 吗？好，那待会我 Google Meet 要关掉，我们就直接只靠这一个 GitHub issue 来上课。我没有试过这样，但是我觉得。既然重点是程式码，应该可行，好吗？好，已经断线了。好，那我就直接退掉。好，看里面的 OS 点 C。
线。好，那用文字模式上的时候，如果你这一个 OK 的话，就请你在这边按。好，那我这边会有录影哈，那录影之后再上传。我再试一次 Google Meet，好吧？我觉得刚刚可能是网络出了问题。好，那现在我又回来，刚刚的讯息好像看不到了。人好像也不太，不行，网络有问题。
好，OK，这样听得到我说的话吗可以。？OK，现在应该还好，不会太卡吧？没有。没有，OK，那我们就一样，就是可以用声音的时候我用声音，你听得到的时候，如果不行的话，我就用文字一样，在刚刚的 issue 去回答你，OK。那刚刚的问题应该是魏忠彦问的吧？是不是？徐博元问的，徐博元问哦，的，是徐博徐彦博元，问的。好，OK，对好，对对，好，那徐博，你现在看得懂我的回答吗？他说他看不懂，他现在不太知道那个上面，博元说一下，博彦有麦克风吗？他没有麦克风啊，只不过他在我隔壁啊，OK 哦，啊。那用你的麦克风啊。哦，对啊，说一下，看一下那个，好，不然我把声音放出来，声音放出来，上个整句都看不太懂，整整句他看不说太整懂。句都看，对，整句都看不太哦，OK，很正常哦。那至少代表你有去看的哦，这是好事哦。那我们现在要进入的这个主题是比较特别的哦，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属于嵌入式系统的。那所以我们的程式码你不能假设说哦，你是在桌上型电脑去执行。那你要假设的就是，我现在是一台裸机，它只有硬体，其他就是只有编译器那些，它付给你。你要想象你不是在写桌上型的程式，你要想象你是在写 Arduino 的程式，而且 Arduino 的开发环境你要自己架起来，而且是用 C 语言。然后 Arduino 呢，它还没有提供给你函数库，没有任何函数库给你，你要从头开始写。目前我们面临的状况是这样。了会解有吗？点像这种情况吗？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得到的是一台裸机。那我现在来解析一下这个程式码给各位看。好，现在看得到我的画面吗？哎，我还没
我还没切换，我先切整个画面给大家哈。没有漏风开着，对吧？我的画面现在切给大家了哈，那我直接给各位看一下这个程式码，然后我解说一下啊。看得到我的程式码画面吗 OK，OK。？OK 哈，好，那这就是刚刚那个程式给各位看的程式，它定义了什么呢？它说，各位还记得 Nantou Trees 的课程里面，我们有用记忆体映射去输出几个点到画面上，还记得吗？比如说我在，比如说16384的地方，或者是1800、18000的地方，我随便放一个全部是一的东西，也就是那时候我们放的是负一。把负一放到1800的地方的时候，它会在荧幕上出现一条黑线，还有这个印象吗？有。有吗？哈，那现在我们做的这个事情跟那个 Nantou Trees 的东西非常像。那 Nantou Trees 我们是放一个全部都是一的到荧幕的某个区块，它会显示一条黑线。OK，那现在我们这个呢，它想要让它显示文字在哪里，在你的数组机上。好，什么叫数组机啊？你使用 Arduino，你们有用过 Arduino 吗？在场的同学你有懂用吗？Arduino 吗？还是有没有完全没用过 Arduino 呢？有吗？我想，魏忠彦有用过 Arduino 吗？好像没有，没有用过 Arduino，好像没有。没有用过，你们都没有哦，好吧，那你们专题可能会有人会用到哦。那怎么说呢？来，那有看过 Arduino 开发版吗？来，我直接找 Arduino 开发版给各位看。你好，是。这种东西其实是我们资工系蛮重要的东西啊。现哎，在对，你他在画面现上在看我到是的有这听个过，都是 Arduino 开发版。不知道他讲这个，屁呀，他 OK。好，你现在有看到画面上这些 Arduino 开发版，对吧？有吗？有。好，这种开发版，它，大小就跟你的手机差不多，然后这里有一个 USB 插头，你把一端插在 Arduino 上面，另外一端呢，就插在你的电脑上面，好，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那你写的程式呢，必须要，透过 Arduino 的程式去把它烧录进去，烧录到这个开发板上面。然后这个开发板我就会做对应的行为。那通常第一个 Arduino 的程式我们会是做 LED 的点亮动作，所以我们使用写好一个程式之后，把它下载到 Arduino 的开发板上，然后呢你让懂它了，去跑。你那懂了，你你会真在是懂。上面这个 Arduino 的上面去插一根 LED 在这个这边的洞上面插对了，然后一头插13，一头接地像这里有一个十三，这里接地。那插上去插好了之后，你程式写对了，它那个 LED 就会被点亮。那你可以设定说，OK，我今天Arduino，你说，我找一个 Arduino 的 Hello 给各位看看。修改到二级。如果是指令，我不知道他能确认，确认什么条件不符合，可能就不要继续输出。Arduino 的不符很符合，又差在哪简里？单的范我不例。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像这个 Arduino LED 的范例那这是它的布线方式现在 LED 它这样子插，好，那做好之后呢，它这边有个，好，是吗？看起来是人之常情啊。没有完整的程式码吗？哦，有，应该有。
哦，有完整的在这里。好，这是一个 Arduino 的程式。这个程式呢，它基本上就是在 setup 的时候，先对 LED 呢，做一个线的设定啊，然后呢，接下来它写一个高电位进这个 LED 的这个 port 然后延迟1秒钟，再写一个低电位进这个 LED 的 port，再延迟1秒钟，然后它这个 loop 会反复执行。虽然你没有看到一个 while 回圈，但是都会反复执行。那这个东西它的效果会是怎样呢？就是 LED 会亮1秒，接下来 LED 会暗1秒，LED 再亮1秒，LED 会再暗1秒。那这种 Arduino 这种开发板它是没有作业系统的，也就是说它是嵌入式系统。那于是呢，我们写的程式是在没有作业系统的情况之下去写的。那可是它已经帮你包装好了，所以很多 Arduino 的东西它都有函数库可以用。但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包装好，没有函数库，然后呢，你全部要自己写，然后就从 Lentutetris 的裸机开始。只是它不是 Lentutetris，它是 RISC-V 这个处理器的裸机开始，我们要从头开始写。好，这样可以有点了解我们现在所想要做的事情。好，这作业 OK 吗？OK，没问题啊。好。那上面那个 include 这个东东，它不是没有什么作业系统吗？那它为什么还有 include 这种东东？include 可以的，做你的裸机上面你虽然没有作业系统，但是你可以引用函数库。好，而且所以是自己，所以这个是自己写的函数库，然后放进去使用这样。这不是，这是 C 语言的标准函数库。好，现在你就有一个疑问，对不对？既然没有作业系统，怎么有标准函数库，对吧？对，没错，没错。你现在所用的标准函数库，你得看哦。我们现在连 print f 或 put c 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才在这里要自己写 put c 嘛。嘿，可是 stdint 是有的。为什么？stdint 规定了什么？stdint 规定的就是这个 uint8t 这种东西啊。其实我不用 stdint 也没有问题的。uint8t 就是什么？就是 unsigned char 嘛。所以我如果不用 stdint，我这边写 unsigned char 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听懂我的意思吗？OK。如果我不用这个，不引入这个，那我这边写 unsigned char 还可以。C 语言所支援的那些东西，基本上只要是形态啊、定义啊那些东西，不管你有没有作业系统，我们都可以用嘛。但是如果今天你要做输出路，那就有一点点麻烦了，对不对？因为像我们这边要做输出一个类似 Hello World 的东西出去，那我就没有 Put C 也没有 Print F 可以用，因为怎么说？因为我们在桌上型电脑那些东西都有函数库写好了，而且都可以在 x86 上面跑。可是我们现在是在 RISC-V 这种开发板上面，它没有荧幕。你看到刚刚的 Arduino 这种东西，它没有荧幕啊，对不对？那你要怎么让它输出 Hello？基本上不可指以。定位置啊，指定位置。对，指定位置，可是它没有荧幕啊，就算你指定位置，又有什么用？好像没用。可是你忘了一件事，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不是直接在 Arduino 上面去开发，我们现在是做什么事？我们是在桌上型电脑开发，然后把它灌到 Arduino 上面去。同样的，我们
在使用这种RISC-V 的开发板的时候也是一样，我是在桌上型电脑开发，然后把它灌到 RISC-V 的板子上面去。所以虽然它没有荧幕，但是我可以透过它的 USB 把讯息回传回来，然后在那个宿主机的 terminal 上面去显示。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个动作。我希望能够写一个程式，然后呢，让我的开发板输出的东西，然后传回到我的宿主机上面，然后由宿主机的荧幕来显示那个 Hello OS。所以现在继续看下来啊，我们看这一个。这个 lib put c 它在做什么动作？它在做的是说，我现在因为我想要传给宿主机，那可是如果我一直很快很快的传的话，那个宿主机可能来不及接收，所以它要去检查说，哎，你现在可以让我传了吗？所以这个 lib put c 的第九行是这样，你现在可以让我传了吗？也就是说，这个 UART LSR Empty Mask 这个是一个位元，我在检查这个位元，它到底现在是零还是一？如果这个位元是零的话呢，那它就不能过，也就是说它这个位元是零，就代表不能传。如果这个位元是一的话呢，就代表可以传那可以传的时候，它就会通过这一个 while 回圈，请注意这个第九行整个是一个回圈，是一个卡住的回圈。如果它通过了之后，它就会把你的 CH 这个字元直接传进到你的 UART 里面的传送暂存器里面。这个 return 这个其实是分两行写也可以，就是它把 UART CH 传进到 UART THR 这一个位置里面。还记得我们之前 Name to Tetris 的记忆体映射输出路吗？这个就是记忆体映射输出，只不过我现在不是输出给直接在荧幕上画条线，我是输出给 UART 这一个 USB 的线的界面，然后我把这个字元丢出去，丢出去之后呢，宿主机上面它有对应的 UART 协定，它收到之后，它就会显示你传进来的字元在画面上。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个程式，我现在执行，我执行 make qemu 之后，它是不是输出了一个 hello os？这个 hello os 是从哪输出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主程式的程式嘛。他说 lib put hello os，然后所以它才输出了 hello os，而且它有换行，对不对？所以它有输出换行。然后呢，输出完之后它干嘛？它二十行就说无穷回圈停住。好，现在你看这个组成是或许比刚刚直接看那个更低很低阶的那个输出一个字元会更容易一点啊。看这个组成是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吧？对，会中页那边吗？那个上面那个 lib put c 那个博元有话想说啊，不的记好，请说。那个 run status 它是不是会被其他东西修改？就是如果它一直不能输出的话，你就是永远卡在那边，所以它是不是会被其他东西修改说可以输出了才进入那个下一行？你是指第几行呢？第九行吗对，第九行？OK，就是 LS 你现在主要的关注还在第九行，对不对？好，OK，那行。你要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哎，那我它什么时候会好，会说，哎，可以输出啊？这件事情其实是那个硬体控制的，也就是说，我现在我的开发板上面。
我去检查说，哎，可不可以输出，可不可以输出？那硬体上面呢，它当你把一个资源送进去之后，一开始是可以输出的哈，但是当我把一个资源送进去之后，在短一个很短的期间之内，它会变成不能输出啊，因为它正在传送，正在传送的时候它就不能输出。那不能输出，它要怎么样子告诉你它不能输出呢？它就是把这个 UART LSR Empty Mask 这个0x40的这个位元，把它设成一。啊，是一还是零？把它设成零啊。当它设成零的时候呢，它就代表不能输出了，所以你就会卡在这里。OK，但是一旦它设成一的时候，就代表哎，现在你可以输出了，所以呢，你就会通过这里，然后就会执行第十行，你就可以再输出下一个字。所以一开始的这个是指它的位置吗？那个0x40是它的位置吗？0x40它是在这个 byte 的第几个位元啊？你注意看这个 UART LSR，它是多少呢？它是 UART 加0x05，对不对？好，那 UART 是多少？UART 是0x1000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 UART 加0x05就是0x10005。OK，所以它是在检查0x10005的这个地方啊，中间有好多个零哦，没有每个都讲啊。0x10005的这个地方，它的比较高位高的零点六那个，个就是它的第几个 bit 呢？这个是第六个 bit 啊，从右边算来第六个 bit，因为这一个零嘛，一个零代表四个 bit，然后这边一个四的话代表100，所以100后面再加四个零，所以它是第六个 bit。第六个 bit 如果是一，就代表不能传。懂，第六个 bit 如果是一，就代表可以传；如果是零，就代表不能传。所以我画图给你们看一下好了。我现在在这边直接，我新增一个文字档。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现在画个图啊，这里 UART 是这样。好，这里的 UART LSR 这里定义好了。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 UART LSR 的位置在哪里？就等于多少？0x10000几个零？直接扣好，然后呢，5，OK，这是它的位置，对不对？那我现在去检查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里面有一个 byte 嘛，啊，这个位置里面有一个 byte，所以这个位置里面的那个 byte，我们假设那个 byte 啊，就是零，就是76543320。好，一个 byte 有八个 bit，对不对？啊，现在这个 byte 呢，它假设一开始我们全是零好了，全是零。那这个零一二三四五六，你看四是多少？我们把它分两半哈，分两半就是对应到16进位嘛，哈。那四是多少？四就是001嘛，所以这里如果当它变成，它本来如果是这样，然后当它变成这样的时候，变成这样的时候，就代表你可以传这个是不能传，这个是不能传，这个是我看一下哈，对，等于零的时候是不能传，这个是不能传。OK，那这个当它变成一的时候，这是可以传。好，所以我们刚刚写的程式在干嘛？在侦测这个东西，在侦测这个东西。LSR 这里，是吧？他说
如果这一个位元是零，那我就卡在这里。如果这个位元变成一了，那我就会通过。我一通过呢，我就把一个字元一个字元，譬如说我打 A 啊，假设是像 A 这样的东西。喂，老师，所以那个啊？land status 会被修改？LSR 吗？对。LSR 是外部修改，不是我们自己修改的。是它那个暂存器一旦它的资料被传出去之后，它就会自动把它设定成一，然后你就可以进来。哦，外部修改。它等于是硬体修改的，就是那个硬体上面，它一旦那个资料控制暂存器的资料已经传出去之后，它就会设成一，然后就允许你再传一个字进来。博言这样的听懂，OK，好，所以那个东西是控制暂存器它的责任。控制暂存器的责任就是说，一旦它这个字元有字元进来，它还没传出去之前，它一定要先把它设成零，否则你又传进来就把它盖掉不行啊。所以当它一个字元传进来之后呢，它把它设成零之后，你不要再传进来，然后它把这个资源处理掉，传出去之后，它再把它设成一，那这时候你看到一，你就会进来说，我再传一个资源给你，然后于是它又再把这个资源呢，再处理掉，再传出去之后，它又把它设成一，然后你再进来，再传一个资源给他，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可以。？OK，好，所以一旦它是你就是在检查这个状态，说 OK，它不能传。好，它现在呢，你一直检查，发现它变成这个状态了，啊，你就可以传了。然后变成这个状态，你可以传，那你就把一个字传进去，传到哪里？传到这个 UART THR 上面。这个 THR 就是传输暂存器的意思，传到这个传输暂存器上面。OK，那所以当你把一个字元，就是说 A，然后传到这个，像我们刚刚是 H 啦，Hello 嘛，对不对？所以假设 H 传进来，那 H 传进来之后，它就丢给这个，丢给这个就是零叉一零零零哦，因为它加零嘛，所以还是零叉一零。所以 UART THR 的位置是多少？UART THR 的位置就是这个零叉一零零零。OK，然后 LSR 就是零叉一零零零五。005是控制暂存器，是用来让你检查状态用的，它等于是一个状态暂存器。那 THR 本身就是那个传输暂存器。OK，所以当我们检查到可以传的时候，我们就把一个字传进去，那这个字呢就会被透过 USB 传给数主机。那数主机接收到这个字之后，它就把 H 显示在荧幕上。那同时呢，当他已经把这个字传给数主机了，那个控制暂存器是不是已经传出去了？它可以再允许你传下一个字了。那于是他又把它设成一可以传。那于是你的程式又会再通过这个回圈，然后呢又再传下一个字，所以就传了一。HELLO 这样一个字一个字一直传进来。好，这样有听懂吗？有，有，OK。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程式看起来好像没有做什么事，可是它非常重要，它是你写那种，等于是你的硬体开发版的第一个 Hello 程式。而且是在就没有差不威多胁了，的情就况是之这下，我们写出来样，那看这样是最灵的，的。其他好像还好。所以看一下，仔细看一下它。我们基本上从后面看过来的话，就是我写一个叫 lib push，push 就是输出一个字串的意思，所以我可以把整个字串传进去，对吧？可是 lib push 呼叫了什么？它是去呼叫 lib push c。put c 也是，是传一个字谢元谢你。进来，那因为这个
字串基本上就是很多个字元，所以我只要不断的呼叫这个 put c 把每一个字元都传出去，那我应该就可以把 hello os 印到荧幕上。那现在问题最大的就是这个 put c 到底该怎么做哦？就是他要检查控制站人气，他说可以传了我才传，也就只有这样。所以你们看一下这个程式啊，这个看起来并不难，可是完全跟你之前写程式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好，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有的话再跟我说。好，那我还是维持在这个画面上哈，你们看一下。好，给你们5分钟好了，我们顺便休息一下。哦，刚刚没休息，那因为刚刚断掉，那5分钟后我们再来继续看下面的东西哦。其实这还不是完整的程式嘛，哦，前面还有一个组合语言是启动的部分，那，啊，这个是已经进来的部分。那我们先休息5分钟，看一下。好，可以接受吗？
好，那我们回来哦。好，但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不懂的地方？会中谚有吗？应该没有了，应该没有了。没有了。那徐博远你 OK 吗？徐博可源以 OK 可吗？以。徐博源 OK 吗OK，OK，OK ？OK 啊OK，，OK 啊。好，那我们继续哦。好，现在这个程式你们大概看得懂了哦，就是我们可以输出一个 Hello OS，但是其实这里要输出一个 Hello OS，看起来跟我们之前做法很不一样。我们之前就 print f Hello OS 就好，可是现在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作业系统，我们连输出一个字都要自己写。那所以我们 lib put c 就是在写输出一个字的这件事情。然后put s 也要自己写，所以要透过呼叫 put c 来做。那这是一个非常阳春的 hello，但是在作业系统的没有作业系统的情况之下，你还需要写一个开机程式。那如果你要写 x86 的开机程式，就会变得很复杂。可是还好我们是 RISC-V，它的开机程式比较简单。那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开机程式。你要进 C 语言之前呢，你要分配堆叠给 C 语言，否则你执行 C 语言你就会宕掉。所以我们的开机程式要分配堆叠。那我这边的堆叠大小是先设8192，所以它会有分配8192个 byte，给 C 语言的堆叠。好，那这里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处理器有可能是多核心的处理器。那多核心的处理器就会有很多个核心，那这里 hot ID 就是那个核心的代号。那所以多核心的处理器当然也就必须要有多核心的堆叠，要有 n 个堆叠。如果有 n 个核心，就要 n 个堆叠。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读取核心代号，然后呢，每一个核心我给它多少个 byte 呢？我给它1024个 byte。然后让它呢，拥有这1024个 byte 的大小的堆叠，是专门分配给那一个核心使用。好，那这几行就是在做那个堆叠的各个核心的堆叠分配。然后，所以它把 SP 设起来，SP 就是堆叠暂存器。每一个核心的堆叠暂存器都在它的 SP 暂存器里面，每一个核心都有自己的 SP，自己的堆叠暂存器，都有自己的一组完整的暂存器。所以这里就是分配好每一个核心的堆叠暂存器，设定好。然后这个是第一段，第二段呢就是它如果这个核心它呢，我把它的代号读进来之后呢，如果这个核心的代号不是零，不是零，我就让它不工作，就跳到 park 去。park 是一个无穷回圈，它就会卡在这里。所以它的目的是什么？让除了第零个核心以外的东西全部通通都卡住，不要做事。那只有谁做事呢？只有第零个核心可以做事，其他的都让它卡住。好，这样大概了解我说的这一段哦。那第零个核心做什么事？第零个核心跳到 OS main 去，呼叫 OS main，这个 JOS main 就是呼叫 OS main。第零个核心去呼叫 OS main。好，那剩下的全部让它卡住。那到了这边为止，我们就把启动程式看完了。那这个是 C 语言程式，但是启动程式和 C 语言程式两个是分别不同的两个程式，它要怎么编译连接起来？那编译连接的方法是靠这边的一个叫 LD 档的东西，这是 Link Script。那 Link Script 它会说什么呢？我这边说，所有的程式码通通都把它集中放在这一段，
然后它设了几个变数，一个叫 text start，还有一个 text end，那就带你这样才知道说 OK，那它程式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啊？那总共程式有多大？资料部分也是啊，那这些暂时都不是那么重要啊，可是你要知道，C 语言是有分段落的啊，它有程式段、资料段和唯独资料段啊，这三段。那我们要写一个 makefile，写一个建制档。那这个 makefile 做什么事呢？它一样是呼叫 GCC，但是我们呼叫的是这个 RISC-V64 ForNonEELF 的 GCC。用这个 GCC 去编译我们的程式，编译哪些呢？编译刚刚的 start 点 S 跟 OS 点 C 这两个程式。两个程式编译之后，顺道连接啊。但是连接的时候，我们会给它连接档，就是这个 OS 点 LD 的这一个连接档，刚刚看到的这个。这个先不要。我们给它这个连接档，它会按照我们的指定去做连接动作。OK，那连接完成以后，我们请它输出 OS 点 ELF，所以这个 OS 点 ELF 就是我们的输出档案。我们。那这个后面的前置号、箭号就是指这两个档案要被输入进来，然后呢，最后会输出一个 OS 点 ELF 档。然后我们接下来呢，用你打 make qemu 的时候，它就会去执行这个 OS 点 ELF 档。那 qemu 是一个快速的虚拟机，所以呢，它会去模拟你这个连接好的这个档案的每一个指令的所有动作。那一般来讲，在开发这种程式的时候，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直接烧到板子上面去执行，另外一种是我用虚拟机先跑，虚拟机跑得过，我再烧到板子上去执行。因为虚拟机比较好除错，直接烧到板子上就非常难除错了。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还是会用 qemu 先跑。通常 qemu 跑得过，你板子上通常就会跑得过。所以这就展示了我们系统程式里面虚拟机的重要性，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为什么我们从开学开始就给各位说，OK，你可以做的程式主要就是编译器、虚拟机、主义器、作业系统，那这些都是系统程式的核心。那从这边开始，我们就开始可以看到，这些程式为什么在系统程式上面占有这么重要的地位？那这些程式嘛，各位稍微看一看，那执行方法在这边都有。那刚刚有些同学说，跳不出来哦，跳不出来，可能是你 Ctrl AX，你的按法按错了。你要按 Ctrl A，然后放掉之后，很快的按 S，它才会跳出来。所以现在你看我这里的 Hello OS 卡在这里，卡在这里。那我要怎么让它出来呢？我按 Ctrl AX，它就出来了。可是你那个按要按有技巧，否则它会出不来。好，那各位试试看吧。一样，刚刚的程式码这些，要能执行。你有执行经验，你之后要执行后面的动作，你才有办法执行啊。好，先试试看。好，有不能执行的跟我讲一下。李思慧可以吗？正在用，好，OK，有不能用的跟我讲啊。好，谢谢老师。
好，如果你已经可以执行了，你就回应一下哈，就是。中言 OK 啊，其他同学再看一下。那如果你可以执行，但是看不懂的话，你就写可以执行，但是看不懂。哦，不能执行，你就写不能执行。
好，其他同学 OK 了吗？你是会可以执行，看得懂吗？可以。可以，好。徐博言呢？博言说可以，博言说可以。好，那其他同学如果还有问题就再提出来哦。那不然我就不要一个一个问哦。好，那就这样，我们这一个程式就算过了。接下来会越来越难哦，你要有心理准备哦。刚刚那个是非常简单的开头而已。好，现在我们要进到作业系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形成切换 （context switch）。这个东西在我们之前其实就有体验过了。那我们之前的体验是怎么讲呢？有两个东西啊，我们回去看一下。第一个，我们在之前曾经看过什么叫做 thread 线程，对吧？那我们是不是有示范过这个旧卷的 memory 这种程式？我们会去创建一个 thread 去 in 旧卷，再创建一个 thread 去 in memory，然后再主程式去 in 横线，然后它就会旧卷 memory 横线旧卷 memory 横线的去 in 哦。但是因为 memory 比较慢哦，它2秒才 in 一次，旧卷比较快，所以大概是 in 两个旧卷才会 in 一个 memory。那也是印两个横线才会印一个 memory 这样那这种就是所谓的 thread 线程，也就是说它可以同时有三个东西在执行。那透过这个 thread，其实你会想 thread 到底是怎么做的那它必须要能够做 thread 的切换那我们待会就是要做到 thread 的切换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系统里面要能够做得出来。那这就是一个嵌入式作业系统，但是 thread 的切换其实要做到并不那么容易那我们需要一些背景知识。那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去看。不过各位做切换的时候，其实你之前不止做过 thread 的切换，你还有做过 fork，对不对？fork 这也是一种方式，因为一旦你有 fork 的话，就是你分叉成两个，再分叉成两个，那就变四个那这样你就有四个行程在你的电脑里面执行。同样，你如果 thread 你去创造的时候，你创建一个 thread 那你本来一个主程式再多一个 thread，你再创建一个 thread，那一个主程式变两个 thread 配两个 thread 那你就不会有三个东西在那边执行。那这种多个东西在那边执行的这种动作，对作业系统来讲非常非常的关键否则的话，你不能有多个东西执行的话，你就是那个程式一旦宕掉，你就要只能重开机了那这个东西怎么做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范例我们先执行，这一个。我切到02去，我一样做 make make 完之后，我一样做 make qemu 那你看到这只不过是从输出一行变成输出两行一个是输出了 os start，这在哪里呢？就是这一行，跟刚刚非常类似，但是呢，它多输出了一行叫 task 0 context switch success 那这一行在哪里输出的呢？这一行是在这个 sys switch 的这一个呼叫之后输出的。sys switch 会把你的现在正在拥有 CPU 的这个 main 把它切成另外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是由这个 task 的 RA 是一个暂存器所指定的，叫 user task 里。所以，当他做完 sys switch 的时候呢，他就会跑到 user task 0去执行。user task 0是谁呢？就是这边 user task 0。
User Task 0在印出了 Task 0 Context Switch Success 之后就停掉了，所以这个程式就从此停在这里。Context Switch Success，你要怎么让它出来呢？按 Ctrl+S 它就会出来。我按 Ctrl+S 它就会出来。这等于是我强制这个虚拟机直接停掉，离开了。好，那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是相当复杂的。首先印出这个，我们刚刚已经会了。接下来要做到这个切换，这个切换 Sys Switch 写在哪里呢？它其实是一个 thread 切换的动作，那它切换的东西写在组合页里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组合页，写在 sys.s 里面。你看一下 sys.s 做什么事啊？sys.s 它这个 sys switch 在这里，然后我们呼叫了 sys switch，然后把 ctsos 这个 A0 就是刚刚那个 ctsos 那个参数，A1 就是刚刚那个ctstask 的参数啊，我们切一下好了，切一下这两个，我把其他的先关掉。好，然后我把这个对照一下。好，现在我们两边都看到了哈。我在这里印出了 OS start 之后呢，我就呼叫了，就设定好这个 CTS task 的结构，我就呼叫了 sys switch 从 CTSOS 转到 CTS task。那现在呢，这个 CTSOS 基本上就是 D0 的参数，好，这个 A0 就是 RISC-V 里面的 D0 的参数暂存器。第一个参数的暂存器啊，就是 CTS task，它把 D0 个参数的这个形成呢，这个 thread 先给储存，然后再把第一个参数的这个 task 给载入，然后当它呼叫 RET 的时候呢，它就会完成形成切换的动作。为什么？因为 RET 的动作是让 PC 程式计数器变成 RA，就是那个本来传回值的那个暂存器的内容。那可是传回值暂存器，我们把它设成新形成的位置，所以它就会跳到那边去执行，就不会再回来。所以我们这个程式这样子做，让它完成了形成切换的动作。可是却是由 C 语言和组合语言合力才能完成。这个不容易哈，这个你看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赶快问，否则的话你后面完全不知道我们到底在讲什么。那各位稍微看一下，执行一下。好，去执行看看哈。魏忠彦，你执行好再传个讯息吧。OK，没问题。好，所以请执行02的 context switch。
魏忠彦 OK 哈、哦，那其他同学也 OK 吗？徐博彦也 OK 吗？OK，那李思慧啊，正在用。现在用还没好哈、哦，好，那再给你们一点时间。好，这里其实有点难度哦。我觉得魏仲彦和徐博元没有问题，会是一个问题。当你没有问题的时候，反而是问题，因为你可能有一些地方没有完全懂。好，所以我来问一下。魏忠彦、徐博元，既然OK 了哈，我稍微问你们一下。好，现在就魏忠彦来解释一下好了哈。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是情景切换嘛，对不对？好，那你能告诉我一下这个 This Switch？那个形成的，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吗？好，我们有请徐博元来说等一明。下，等一下，啊，等一下吗？等一下吗？好了，应该就是他是先呼叫组合员的里面的东西，然后组合员他就进行一系列操作之后，再让那个 Rate 把它返回到那个到那个 User Task 0啊，然后就会切换到那边了。没错。差不多，哎，不错，我觉得你有掌握到那个观念哈。对，没错没错。只不过那个组合员，其实那个上面那个 SW，然后那个暂存器把它全部存在那边，然后后面那个0042那个什么 base 那个后面那个，我其实他看不懂他在干嘛，就当做他是在储存资料，应该是吧？我其实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好，这个我解释一下哈，在组合语言里面呢。你看这个 CTX save 对不对？它有一个参数叫 base 啊，这个东西不是函数啊，这个东西是聚集啊，macro 是聚集。聚集的意思就是它会直接展开，它不是用函数呼叫，它是等于是剪下贴上，把它整个贴上去。但是贴上的同时呢，它会把参数的东西直接代换掉所以这个例子，你看它 CTX save 后面是 base，那我们呼叫它的时候，base 是谁呢？我们呼叫它的时候，base 是不是 A0，对吧？我的 base 是 A0，所以意思是它这个是 SWRA0A0SWSP4A0SWS0A0 8A0 这样。那意思就是以 A0 为基准点，然后我把暂存器 RA 存进。去它零的地方，把 SP 存进它四的地方。为什么每次是加四呢？因为我们这一个程式是使用32位元的处理器。那32位元处理器，一个暂存器占4个 byte，8×4=32嘛。所以每次加四是这个原因。如果你今天使用的是64位元的处理器的话，那你应该每次加八，OK，所以这边四是这个原因啊。那这里有一些关键点，第一个我储存的 RA，因为这个是返回位置；第二个储存 SP，因为这是堆叠位置；再来我们储存的是 S0 一直到 S11，这些是规格上面说一定要储存的暂存器。那有那种不需要储存的暂存器吗？有，只要不是 S 的，又不是 RISP 的，基本上，在我们的这个案例里面可以不储存啊。那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它的规格手册，就会知道。我先把其他的网页关掉。好，这里，这个是它的规格手册的中文版啊。那你可以看到它暂存器的命名。S0 叫 0，S1 叫 RA，S2 叫 SP，所以我们刚刚存的是两个，对
再来 S34、GP 呀、TP 呀、这些，其实也是可以存的，但是我们暂时没存它，因为我们没用到它。再来这种 temporary 这种暂时用的暂存器，这种不用存啊、但你要把它存起来也是可以，没有关系的，但是只是会多浪费一点空间呢。再来从这里开始，这个 S0 开始，这些就是它规定你一定要存起来，否则的话，你行程切换过去之后，这些暂存器它可能会直接再拿回来用，拿回来用，它、下次再回来的时候就已经被人用掉了，那你值就被改掉了，那你就回不到原来的状态，所以要存起来，下次才可以回到原来的状态。好，所以这个 S0、S1 啊，一直到S11，通通都要存。其他的都是临时暂存器，可以不用存的。另外，还有一群是 function argument，就函数的参数暂存器，这一块是作为参数用，所以也不用存。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真正需要存的，就只有 RASP 和 S 开头的暂存器要存，其他的都不用存。所以我们这里会这样写，就是先把这些 S 还有 RASP 存起来，然后呢，存起来之后，它就存在这个 A0 所指向的位置。A0 指向哪里？A0 指向 CTSOS，也就是 OS 作业系统本身的暂存器储存区啊，我们叫 CTS Context，就是内文啊，作业系统的内文啊，先把它存在那个作业系统内文区啊，把这些暂存器存在作业系统内文区，然后再把行程的内文区给载入，然后于是它就在这个 RET 执行的时候，因为行程的暂存器已经载入了，包含 RA 载入，所以现在的这一版 RA 它是新的 CTS Task，也就是行程的暂存器，所以它的 RA 的位置有没有？它的 RA 的位置是设定成 User Task 里，所以当我们这个 RET 一执行的时候，它就会跳到 User Task 里去执行，然后于是它就会开始执行这个12行、13行。于是它印出来 task 里 context switch success 之后，它就停在这里，当掉好，那大概运作原理是这样，所以各位看这个的时候要小心。那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就是 A0 在 RISC-V 的规定里面，第0个参数会自动放在 A0 暂存器存，所以这个 CTSOS 会它的位置会丢给 A0。那第一个参数会自动放在 A1，那总共最多可以有几个参数放在暂存器呢？有7个，所以它是应该是有8个，所以是从 A0、A1、A2 一直到 A7，总共8个。但是如果你今天那个函数真的有很多很多参数超过8个怎么办？超过八个的话，那你第八个以后要存在堆叠里面，要存在堆叠里面。但是我们这个例子没有超过八个，所以我不需要存在堆叠，我用 A0、A1 就可以存，就可以对应到它了。好，那这样子不知道关于这个解说有没有让大家稍微再更厘清一下你刚刚看程式的状况。这个上课基本上，凌晨也在问哈、那这个上课基本上呢，我觉得录影应该上传不会成功，所以要就现在弄懂，否则的话呢，大概你看不到录影。我有录影，但是在我硬碟里面，你应该拿不到我的硬碟。OK，好，开始又有卡了，嘿，那。没关系，就看程式码，看程式码。那如果待会还是很卡的话，我们可能就再断掉好，那就先看程式码。所以老师，你没有要
你不会把它给录起来吗？我录起来了啊，但是我传不上去啊，太大了。啊，哎，可是老师，你第一周不是就上传到那个 YouTube 吗？YouTube 那个不是上传，那个是直接直播上去。直接在上面直播是不啊，是？对。OK，所以重点是程式码，那程式码看懂了啊，这个剩下的。诶，其实我是途中才进来，那就没有所办以法，那可能就前面有些没有跟到。现在把程式码看懂，有问题马上问，不一定要。哦，好的，我慢慢看。啊，如果程式码你刚刚错过了，就看书吧，反正没有书啊。书，回去看书，不懂再问。好，那所以这些解说基本上我都写在书里面，我们给各位参考一下这本书，从 RISC-V 处理器到 UNIX 作业系统，我们这几周的时间大概都会。花在这里啊，那这边先讲 RISC-V 处理器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它有哪些暂存器啊？然后有哪些指令之类的啊？那这些都是在手册里面有的啊，它的官方的手册里面有那到了这个中断异常处理这边的时候，开始就会。比较偏向于我们之后要讲的作业系统的内那剩下的这些是跟处理器有关的实作，这个暂时可以不急着看。然后 C 语言开发工具，这个就是在讲你怎么安装刚刚的那个那些工具啊，像 RISC-V 上的 GCC 开发工具，你要去这里下载，然后去设定路径。那这些你都可以照着做，应该有可能会成功啊。好，那照着做之后，OK，你就可以编译啊、执行啊之类的啊。那这边的例子很多不是我刚刚的例子啊，是比较更简单的一个例子，更原始的例子。好，那另外怎么除错这个，暂时先不看。然后开始自制嵌入式系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啊。所以你如果刚刚的东西不懂，直接看这里啊。刚刚的东西不懂，直接看这里的内容。这里。嵌入式系统这边开始就是讲刚刚那些，怎么样输出一个 hello，怎么样建制，然后怎么样执行，怎么样连接这些东西，那这个 QEMU 是怎么跑起来的啊？那是用 QEMU System RISC-V32 跑起来，那再来第二个内文切换这边。这边是我们现在正在看的，这边都有对应的解说啊，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如果刚刚的东西不懂的话，就看一下这边。好，那这是内文切换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三个主题是协同式多工。那协同式多工到底是什么？好，这里我们来看第三个主题，
协同式多空。那我们一样先执行好了，否则没有执行，我们不太知道到底我们想表达什么。有空。现在可以先切做换。存储吗？老师，那个第二个他在讲的是不是之前提到那个叫什么？哎，我找一下，EEXECVP 那个东西。不是，还没到那里，我们要更远，就是没到那么困难。ESECVP 那种东西要做出 fork，还记得吗？fork fork 之后你可要是怎那么个，做？可是这个功能不是就是那个吗？就是之前讲那个 EEXECVP 那个东西，它不是就是直接切换到另外一个行程，然后它原本那个就停掉了。但是它层次不同，ESECVP 是在 process 的 switch，process 的切换啊。那可是呢，我们现在做的是 thread 的切换，不一样。哦，OK。process 的切换就要包含分页表我多叫几次。可是我们现在的切换没有包含分页表，我们只是切到那个一个新函数去。OK。所以这层次是不同的。我们现在做的是 thread 的切换，没有 process。你如果要有 process，你必须要有分页表，你需要牵涉到的东西会变得更多。那个更多的东西，我们会在 X V6 这边才会看。OK，了 X V6 解里了解。面就会有 fork 和 ESECVP 那些东西。但是在我们的 mini disk V 里面，它是一个嵌入式作业系统。它没有 process，没有形成的观念，它只有 thread 的观念。好，这样可以是理他不会解底我下，们现在对，到底应在该干是。嘛。好，现在我们来执行这个 multitasking 的这个第三个主题的程式。那我编译好了，我一样 make qemu。OK，没问题，没问题。你会看到我们这个第三个程式呢，它有在跑，而且跑的东西出来比较多啊。那我把它停掉。你仔细看它到底在跑什么啊？那首先呢，一进来 OS 作业系统启动了，启动之后呢，它会开始切到第零个行程，所以第零个行程被创建，然后第零个行程呢执行了，然后第零个行程把控制权再交还给作业系统。然后呢，作业系统拿回控制权，其实它不是主动拿回，它是因为第零个行程把做控制权交还给它，它才拿回来的。所以这里第零个行程把控制权交回给作业系统，接下来呢，作业系统又启动下一个行程，那下一个是谁？就是第一个行程。我们这个例子里面有两个行程，就是零和一。那第一个行程被建立。然后第一个行程呢，执行了，第一个行程又把控制权交还给作业系统，然后接下来呢，又回到第零个行程，作业系统又把控制权交回给第零个行程，就这样反复，然后于是它就一直在第零个和第一个和作业系统之间切换来切换去，那不会停。就一直在这样切换来切换去，那所以这个程式在展示什么？展示三个 thread 之间应该它是怎么合作的？那三个 thread 是怎么样子运作？然后它怎么样子完成这种切来切去的动作？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式嘛，我已经把它故意开在这里啊。首先看。OS kernel 就 OS 点 C 这个档案，你可以看到我们进来的时候，当然其实一进来最早是进到 start 点 S 哈，那 start 点 S 跟刚刚一样，就是它会跳到 OS main 里面，那 OS main 就是这里，所以那个已经讲过了，就从这里开始。
它呼叫 OS start，它会印出 OS start，然后它会呼叫 user init。user init 就是把两个行程创建好。我们看一下 user init 在做什么事。user init 就创建两个，这个不叫行程，这叫 thread。创建两个 thread，两个 task 啊。那第一个是 user task 0，第二个是 user task 1。这两个 thread 的行为差不多啊。task 0就是运出 task 0 created，然后呢开始执行，然后执行就是执行了之后，它会把控制权再交还给作业系统，然后等下一次作业系统再把控制权再交回给它的时候，它就 in running，然后过1秒之后，它又再把控制权再交回给作业系统，那就这样子反复，对 task one 而言也是类似哦，它只是印出 task one 不是零而已啊，那其他的动作就跟 task 零一模一样，所以当我 user init 就会创建出两个 task 两个 thread。那这两个 thread 呢，它会分会会这会去跑嘛？那作业系统一开始创建两个 thread 之后，这时候还是在作业系统的控制底下，它先把 current task 设成第零个，也就是说一开始会呼叫 task 零，那下一次呢再呼叫 task one，那再下一次又呼叫 task 零，再下一次又呼叫 task one。那它先印出，我现在要启动下一个 task，然后呢，我 task go 就真的把控制权交给新的那个 task，下一个 task。然后呢，如果下一个 task 它又把控制权再交回给作业系统的时候，作业系统就会印出 back to OS。那作业系统印出 back to OS 之后，它取回控制权了，就是别人主动把控制权交回给它。他又取到控制权了，这时候呢，他就会选择下一个行程再去执行。那这个下一个行程，我们写法是这样：current task 等于 current task 加一 percent task top。那因为现在 task top 只有两个，所以 task top 是二。那所以零一开始是零，然后变一对二取一数，那还是一。然后等到接下来是一的时候呢，它再加一就变二了，二对二取一数又回到零，所以它就会在零一之间不断的切换，然后运算好，就这样子，它就会完成我们刚刚的这一个展示的动作，也就是它不断的切给行程，作业系统切给行程，然后呢，行程又切回来给作业系统。作业系统再切给下一个行程，下一个行程再切回来给作业系统，然后作业系统再切回来给下一个行程。那这个下一个行程就是看你有几个行程，它会不断的轮回。如果有5个行程，那就零一二三四零一二三四零一二三四目前我们只有2个行程，所以是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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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那整个运作大概就是这一回事。但是我们要看的不只是这样，这个主程式看起来 OK，我们知道他做什么事情，也看到他的行为了。可是我怎么切行程呢？就是用刚刚类似的东西，我怎么切行程？这些动作都写在 task 点 C 里面，都写在 task 点 C 里面。task 点 C 第一个，它有创建行程的动作，创建行程的时候，它会把它的那个RA 就是返回位置，直接设成 task 的位置，这样他做 context switch 的时候就会切过去那一个位置，再来把它的堆叠设定成对应的堆叠，每个人的堆叠，每个行程的堆叠都不能共用，共用的话会互相写入的话就会出问题，所以每一个行程都有独立的自己的堆叠。然后呢，建立好之后呢，一旦作业系统要切给你的时候，它就是呼叫这个 sys switch，跟刚刚非常类似的方法呼叫切给你。但是你要切回给作业系统的时候，你就呼叫这个 task OS 切回去。我们要
作业系统要切给你，就叫呼叫 task go 啊，要切给第二个行程就呼叫 task go 二，切给第零个行程就 task go 零啊。那你要切回给作业系统不用参数，因为作业系统只有一个，所以你就 task os 切回去就好。那你看这里是反过来的，这边是从 os 切到 task i，这边是从目前的 task 再切回 os 啊。那目前 task 就看你现在是谁就是谁。那就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跟 task 有关的这些函数，然后跟行程有关的几个行程，然后一样跟刚刚非常类似的这个 sys switch 函数它可以在行程之间切换来切换去，看你给它的第一个参数是谁。就是原本的行程，第二个参数就是我要切换过去的新行程。那这里用讲行程都不太对，都应该讲 task，因为它其实是 thread 旧的 thread 跟新的 thread。好，OK，那这里剩下的就没什么了剩下的就是一些基本函数，印东西的那些，这个刚刚都看过基本函数的定义，然后作业系统本身。作为系统对应函数的宣告那我们把那个 RISC-V 那些 UART 那些记忆体映射位置，统统都写在 RISC-V.h 里面。然后有一个重要的结构是这个 context，RASP 一直到 S0 到 S11这些统统都写在 context 里面。这是启动程式，这是系统呼叫的。界面系统呼叫的组合源程式，然后行程切换的那些程式，行程切换的界面，还有使用者行程，那这些合起来就得到了一个协同式多工的作业系统。所谓协同式多工，就是如果 task 当掉了。整个系统会 down 掉，但是如果 task 可以正确的交还控制权给作业系统的话，那作业系统就可以再选择下一个行程，下一个 task 去执行。那早期的微软有一个叫 Windows 3.1，其实就是使用这种协同式多工的机制，所以 Windows 3.1并不是真正的多工作业系统，它是假多工。协同式多工其实是一种假多工，它没有办法强制把行程的控制权给抢回来，所以只要行程不愿意交还控制权，它一点办法都没有。那这是我们刚刚的执行结果，类似这样。那这些程式码的解析也都在这里，如果刚刚讲的没有听清楚的话，就去看这里。好，OK，那刘立群有稍微帮我们解释一下那这边的，刚刚的第零个烷轮，第一个烷轮，第二个，假如总共只有三个的话，那就第二个烷又会轮第零个。这种方法称为 round robin，就是来回知更鸟的方法是大轮回，基本上大轮回方法。好，那这里就请各位看一下这个零三。然后看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待会再确认一下。那这些东西看起来它都没做什么事，但是其实它的程式码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所以各位要理解它，你未来可能这学期完了，下学期你们会修作业系统这门课。如果你们修了作业系统，你那些理论念完之后，建议各位再回来这边把这些程式码再看懂，否则的话，你那些理论其实就只是空有理论，你没有实物的。那这边呢，实物太多，理论太少，各位可能会觉得，我不知道到底学这些要干嘛，所以。
基本上写一个作业系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这里就是开始写一个作业系统。好，那就去看看吧。好，魏忠彦对刚刚我说的有没有疑问想先问的？那个，是赶快，老师，那个 text 可是每次进去都要就是从头开始跑。Task 吗？如对。果好，我现在切画面哈，那你说的是哪一个要从头开始跑？我们看主程式啊，从这边看，OS main 这边，这一个 OS main 这里的16行到23行，这一段你能理解它在干嘛？可以，可就以。是他在进入，像是零一 task 的时候，他就从头开始跑嘛，跑完之后，下次进来的时候也是一样是从头开始，还是他应该不会记录他当时的状态。这里有你有一个误解哈，你说下次进来，其实他不会有下次进来他不会有下次进来了。的，对，你知道为什么？他那个 thread 没有收掉吗？他 thread 一直都在，从你 user init 开始，对不对？第九行开始，他 thread 就一直在的嘛。你第14行去呼叫了 OS start 嘛，所以当你第14行呼叫 OS start。它执行到第九行的时候，thread 就在了。好，可是 thread 在不代表它会被执行嘛，它什么时候会被执行？是在这个 task go 的时候，那个 thread 才会被执行。当这个 current task 一开始是零的时候，执行到第19行的时候，控制权就不在我作业系统手上了，因为这个 OS main 这个是作业系统，现在第19行一执行，控制权跑到谁那里去了呢？跑到请大家 task 里面去所以当这个 task go 一执行的时候，它会跑到哪里去？它会跑到这个 user task 里，这里开始执行。那什么时候控制权才会又回到作业系统手上呢？作业系统就是刚刚那个 OS main 嘛，什么时候才会回到这个20行呢？什么时候才会回到20行？是在这个 task 零，它是不是执行了第6行印出来之后，它呼叫 OS kernel？当它一呼叫 OS kernel 的时候，控制权又跳回来到这个20行。那些好。也就是说，它执行 OS kernel 才会跳回去 OS main，而且它不是跳回来 OS main 从头执行，绝对不是，它是跳回来 OS main 马上继续接着下一行执行。它在19行把控制权交给 task 零了，在20行是由 task 零再主动交回来，透过 OS kernel 交回来。给作业系统，这个就是我们的作业系统，OS main 就是我们的作业系统。那交回来给20行，于是 OS main 就继续执行下来。OS main 一直都在记忆体的它的 task 的地方，但是它一旦交出去之后，CPU 就不归它了。这集体的，CPU 已经给了 task 零了，但是当 task 零再交回来的时候。CPU 又回来，又回到作业系统手上，这样可以听得懂。所以这一个环节可以，刚刚有几个，有断掉吗？刚刚有几个关键字被那个。对对，被那个就是刚刚有点断断续续的，然后有一些关键字没有听到啊。你现在懂到什么程度了？那个作业系统一直都在，然后
它那个 test 会结束的时候，控制权会交回给那个作业系统，然后作业系统再交回去给 task。可是作业系统再交回去给 task，不是交回给原来的 task，是交回给下一个 task。为什么它会交给下一个 task？是21行所决定。那下次再进入之前进入过的 task，他会从他上次出来的地方继续执行吗？还是？会从上次出来的地方的下一行继续执行。哦，所以他出来的时候会记录他那个当时执行到哪里？出来的地方的下一行继续执行。所以像上次它如果是 task 零，它透过第7行的 OS kernel 交回给作业系统之后，那下次回来的时候，它会从这个 file one 开始执行。那当它执行完 push delay 之后，它会在11行再交回给作业系统。那作业系统这次又交给下一个人，作业系统交给下一个人的时候，它其实是交给 task one。对啊，所以它里面是已经下了。所以 task one 又执行了之后，它又透过 OS kernel 再交回去的时候呢，那 O kernel 又接到了控制权，它又选下一个。那刚刚已经是 task one 了，所以它的下一个就是一加一变二除以二，二对二取一数，所以是零。所以再交回给 task 零的时候，应该就会一直在这个回圈里面循环。就对，因为这里只会执行一次，这个回圈才会执行很多次。所以那个 OS kernel 它会像刚刚那个 switch system 的时候，它会那个system switch 的时候，它会记录那个 safe 的时候，它是不是在也会执行的动作？会，OS kernel 就是呼叫 sys switch。哦，OS 没 kernel 错，就是呼叫 sys switch，你直接看那个对呀，它叫这个，file 里面。它叫这个。OS kernel 我看一下，OS 没 kernel 有的，有的，在哪里没错，？OS kernel 在这个长。OS 的第3行，OS 点 C 的第3行，它是不是只呼叫了 task one 的这个动作？是，还是有工人。啊，你看 OS 点 C 的第3行，有。对啊，它只呼叫了 task OS 嘛，嗯。对啊，那 task OS 做什么事？要看 task 点 C 对不对？task OS 做了就是从现在到底是哪一个行程，它切回给作业系统，29行，对不对？它是不是呼叫 sys switch 去从目前的行程切回给作业系统行程，如果把作业系统也看成一个行程的话，懂了。好，这样子应该有比较清楚哈。OK，那再看一下吧。好，这个东西不容易的哈，所以你们要一次看懂，我觉得一定有一些地方是你没真的看懂错，哦，啊，它是记录指标，没错，对吧？它真，我没看到指标，没看指标，哦，它是直接这个。哦，对啊，是难怪会记录下来。然后 OS 在变现在，对，然后是吧？传到这个。然后这边会 save，所以它直接给到之前那个。我没看到那个。哦，这边感觉很像是那个我们在写 swap 的动作，先一个 temp，很像，哎，对，没错，先一个 temp 去存。对，没错，其实就是一直在 task 切换，那每一个 task 都有自己的区域嘛，啊，那些区域都是储存暂存器，啊，就是把暂存器切来切去，切来切去这样。哦，OK。所以现在有3个区域，一个是 OS 的 task，
另外两个就是 task 零和 task 一，所以这个程式会在这三个之间一直切来切去。可是它的切不是说我强制切，而是由每一个人主动交回控制权去切的。哇，今天下课时间到了。好，那我们大概剩下的就下礼拜吧。另外一个行程，我觉得可看是，到这边刚好也可以告一个段落。也自己都交给别人了。下礼拜再来看什么叫强制切换的操作，什么叫时间中断，什么强制切换这些事情，然后才会真正得到一个嵌入式的多工作业系统。好，那今天就先上到这边吧。我晚上会试着用整晚去传我们今天的录影上去，但是有可能会失败，因为就我以往的经验，搞不好一整个晚上都传不上去。好，那今天就上到这边，看看还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就可以下课了。老师，老师，为什么他每次只能执行一个行程？现成？因为我们把其他的核心都关掉了。好，哦，没错，我第一开始，你还没记得错。我们的那个 start 吗？start 点 s 这里有没有？你看，只有19行这里。会跳到 OS main，对不对？可是哪一个核都心无程穷匮式极。才会跳到 OS main 呢？只有第0个核心才会跳到 OS main，其他我都让它进入 park 模式，对不对？所以它这一个作业系统是很烂的作业系统，基本上它只没有善用所有核心，它只用了一个核心。所以我们之前用的 Thread，它都有很多个核心在跑。之前做的 Thread 就是就看是你 P CPU 用 thread，几个核心，它就会用几份，在跑。但是我们这一个没有，可是我们接下来之后要介绍的 X V6 就有。原来是这样，没问题啊，OK。那所以这个只是为了简化，因为我们不希望说太多核心，你那个还要考虑核心的问题的话，那个问题会变得很复杂。而且我们没有那个虚拟分页那些东西的话，我们去做多核心的话会变得很乱。所以目前先把它限制在单核心，是为了让我们整个逻辑概念变得很清楚。这样子应该 OK 了吧？OK，了解了解。那就先这样子哈，再看一下哈，这个程式，虽然没有很难，但是其实它的思维模式是跟我们之前的一般程式不一样的，可以仔细看一下。好，就今天就到这边下课。好，那我就关掉了。需要，谢谢你。